当初好兄弟啊，避免分家分开了后，都唔捌搁再联络啊。我确实想讲要甲因见一下面，不管安怎讲，伊嘛是我的后生，因一家伙啊，嘛是当咱的亲人。两兄弟啊，避免这款情形啊分开，袂输干咧挂我的心，挂我的梦，我的心我是我疼的。阿妈，我有查到你吗？无啦，志忠啊，你是不是要甲我讲变手的代志啊？阿妈，你真正是心机妙算，话都还袂讲。你都已经知影，这样就算了。你这个嘴也是有够甜的。你若无来找我，我嘛去找你问讲到底是安怎。紧讲啊！我无见到大伯，啊，不过我见到阿姆，伊个人真亲切，我两话讲话嘛讲较上欢喜。真是的哦，嘿，啊，这都怪啊嘞，印象会改变。哼，伊早哦，伊一个嘴哦。是袂输恁大妈呢？这我都无清楚。啊，不过一开始的时阵，伊是真歹替我。啊，不过老爸讲讲的，都讲啊真清楚。我看伊伫讲话时阵，条理分明，头脑精明，无像就是会甲人讲大声话、歹声啥啦。面前会变，这也是真正常啦。经过这么多年啊。大家嘛拢会变较稳定，心拢已经真久真久唔捌甲伊见面一个回啊，我嘛足少念伊。想当初好兄弟啊，避免分家分开了后，都唔捌搁再联络啊。我确实想讲要甲伊见一下面，不管安怎讲，伊嘛是我的后生。因一家伙啊，嘛是当咱的亲人，两兄弟啊，避免这款情形啊分开，袂输干咧挂我的心，挂我的梦，我的心我是我疼的，我这个才坐会啊，过只好几年，我真是想讲。你搁再见一面，我嘛希望讲会当参像你讲的安尼，心事会当化解，当然大家温暖暖，即摆大家会当搁再见面团圆。妈，你莫艰苦了，你放心啦，咱这一家伙一定会当团圆，我嘛一定会想办法化解爸爸。甲大伯温暖，阿妈，你莫哭啦。老实讲，我即摆嘛伫等大伯消息，等大伯是毋是愿意甲我见面？哈，这一年啊，恁大伯是毋是啊？还佫为着当年的代事，还佫咧生气？这种，无论怎样。你定要跟阿嬤斗三口，要完成这个代志哦。阿嬤，我会尽力，一切拢交我。你办代志，阿嬤放心。阿嬤拜托你哦。阿嬤，我是你的亲孙呢，什么代志拢是我应该做的，你给我记起下。好了，阿嬤，别哭。好。我袂见黄志忠。是黄景春的后生，我哪有可能去？别浪费我的时间了。你免这么紧就反对啦！我当然嘛是知影你的想法啦。当初时哦，我知影伊是黄景春的后生了，我是连看拢无想要看啦。啊，不过陈志忠讲过话了，我的想法就改变啦。黄景春这个后生哦，参黄志良是无同款的人，斯文老实，而且哦真有自信。你前面见过面了，我保证。你一定会欣赏伊的，我嘛是安尼感觉啦。志忠真正是一个足优秀的少年人，超人的英武这款的人才，我嘛真正是想袂到。
因是我的堂哥之前哦，我搁廖尊公伊会来着我，廖尊公阮两个可能有缘分。即嘛，啥物拢唔免想啊。你敢食些较好些？你嘛知影讲恁查某囝看查甫人的眼光是有偌悬啦。至中会当和有这么悬的评价，敢若靠这点，你就应该甲伊见面啦。是啊，可惜本小姐哦，这无简单，才应该找到一个让我动心的对象。竟然是亲家，我想可能是顶一届我拜拜拜了无够诚心。卖我提起拜拜啦，我无相信的物件。为弟，不管你哪哪讲，吴志忠毕竟是吴平村的后生，想到这点我就讨厌。而且我无想要甲平村好好，所以我无必要甲伊见面。爸，你无想要甲阿叔好好，这点我应该无管。要么世间上无永远的敌人。感情上嘛是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啊！你无必要把路行到遐尼啊绝嘛！你无想要见阿叔，你应该卖去，因为我知影恁较早的恩怨，无可能遐尼简单就解决啦。要唔过至少你也唔捌伊，你甲伊也无冤无仇啊！你甲伊见一面有啥物要紧？也袂减一块吧？是啦，平秋啊，天命既然都安尼讲啊，你就甲伊见一面嘛。至少这人是好是歹，你家己判断啊。你甲冰村哦，是唔要和解，留咧以后才去讲就好啊。好啦，我著见伊一面，卡俾恁两个人，一直伫我耳边喊我啦。好，我马上来安排。爸，妈，志恒，志忠，我内面是这么歹看，有心事啊？拄则我去学堂安慰阿妈，向伊报告大伯代志，想袂到阿妈向拢哭出来，我真是毋知要安怎安慰才好。阿妈是安怎要哭？可能真思念大伯啦，可看我讲大伯嘛是后生嘛。这是当然的啊，天下父母心，做老母拢是同款，永远是爱伊的囡仔。志涵，等以后你做妈妈时阵，你就会知影。啊，不管这个囡仔，伊是安怎不好，安怎欺骗伊，安怎让伊伤心艰苦，这个做老母的，到最后也是会原谅这个囡仔，这叫做母爱。做人妈妈还真戆。是啊，我嘛同款是一个戆妈妈，啊，饲着恁这两个戆囝。吼，你骂阮戆吼？丽华，志涵。恁甲卡强同款，明明拢是查某，会较大心啦。恁替我去你陪卡强，好好甲安慰一下。嘛好，志涵，无咱行去。好。喂。喂，志忠，我是田敏啊。我有一个好消息要甲你讲，阮爸爸伊愿意见你啊。你敢明天马上回来？等下，我马上回。好，我等你，拜拜。拜拜。大伯愿意去吗？